美丽字的观众朋友您好，今天要介绍给您的闹字，泥闹的闹。闹字的国语注音是呢奥闹四声闹，闹四声闹。闹就是烂泥巴，如陷入泥淖不能自拔，意思是说好像置身在烂污泥泞中，自己无法解脱。比如40多年前日本军阀妄想以3个月的时间灭亡中国，没想到我国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再加上战志高昂，不屈不挠，8年的长期抗战反而使日本军阀陷入泥淖不能自拔，终于遭到失败的命运。同样的一个人，如果沉溺在某种不良的嗜好或者情绪当中，也等于陷入泥淖，就不能自拔了。我国西北地方称湖泊为淖尔，如位于西宁西边周围的350公里的大咸水湖，青海蒙古语就管它叫做库库闹尔。这青海湖的水不和不腻，色碧绿，味道咸，除了产盐之外还产一种无鳞鱼。湖中间还有一座海心山，景观非常的美妙。另外新疆省白龙堆之南的罗布泊，蒙古语则叫罗布闹尔，这是一个漂泊的湖，形貌时有变化，水的味道也是咸的，湖中出产鲤鱼和水獭。闹又可以读错，国语注音是失握错四声错，如错约，也就是这样的错约。成语松姿错约是形容少女体态柔美的意思，和闹字相似也容易读错的还有这一个赵字。赵字的国语注音是之傲赵四声赵，也可以写成这样的赵。赵是谣传用的橹或桨，如摇橹就叫鼓赵，而赵又可以当船桨，如客赵就是承载客人的船，赵哥就是船哥，赵郎就是船夫。赵还可以念桌，可以和这样的一个桌子通用，就是我们日常家具中的桌子。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明天再见。